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大家起这么早也不容易哈。早晨跑步了吗？跑过来的。啊，那行。我是早上起来以后，先做了200个俯卧撑，120个仰卧起坐，然后吃了一顿健康早餐。啊，看来我们萨团长为了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在精心的筹备准备。那当然啊，那当然。哇哦，这个节目不一般啊，因为这个节目它不光是动嘴啊，这个节目是要动手的。那在这里您有什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其实可能大家一开始说为什么这个节目是以什么标准来选主持人，其实我听到内部的说法是一开始肯定确定是选一个男主持人，但是男主持人到底是谁呢？后来他们决定以胸的大小来决定。哇哦，原来是这样。最后，对啊，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个没得话说。我看我们萨老师这个视频，但是我从个别人的眼神中看到了他们的质疑和深深的恶意。我觉得你们是觉得我这个身高不配拥有这个体型吗？当然，我觉得质疑的人确实你们的眼光还不错。我稍微做了一点点。原来我们是有备而来啊。但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现在的我就是这档节目这一季结束时候的我，这是我今天当众给大家做出的承诺。那简直是一定的，大家是不是相信不相信，完美不完美。